应该是这个吧？再往前，再往前。对了。是直接拔出来还是？应该是剪吧。反正根都剪到这里面嘛，对吧？我觉得是要剪的吧。妹妹，你不是搞了很多次了吗？在田里种，就是种树啊什么的，怎么还没有成为专家呢？我这辈子可能在这方面成不了才。哎，哥们，你要不就过来，你要不就过去，我们来做一下工作，好吧？来来来，老师 ，S 哥 ，S 喜欢这个地方。我觉得在这儿，我觉得这里的感觉像大一点。嗯，它长得好像还不错的呀。对。噔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扯菜还蛮解压的。哎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我不要，我觉得够了。不够不够，多一点多一点。他在看我吗？可能觉得你剪的太多了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可以，再拔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走吧。师傅，请看一下，这个可能还不够一个汤吧？哦，是吗？太好了，那我再去扯扯。我超级喜欢剪这个，好像是不够的。好的，何老师，那你交给我吧，你交给我是交对交给对人了。开心的呀。那咱们就来捡个狗啊！我在想，如果今天我把这个地里面的这些冬苋菜全都给它弄完了，会怎么样？可以，但没有这个必要。太减压了，我天哪！压力大，来过这里摘摘菜什么，太爽了，都不用捡。什么情况？哎，这个得接一下。我觉得应该可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留一些吧。好。